朋友们，你们猜我现在在哪儿？就之前我拍过几期视频，大家还有印象吗？就我朋友装这个酒店啊，现在呢是这样一个情况，我朋友装这个酒店呢，他有一间房子现在跳闸推不上去啊，让我过来给他看一下。咱们现在过去看一下啊，看他到底咋回事。你看这个宾馆啊，现在装成这样了，变化真大。现在天快黑了，所以能见度不是很高。咱们看一下是哪个房间啊？啊，这宾馆装起来，这到时候是不是应该给我预留一间呀？来个专属的是吧？咱们先把我徒弟叫过来啊，看他当时这个线路呢都是怎么走的。哎呀，你看你来了都不一样啊，这个灯都开了。坐下，哎，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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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，不来不来，哎呀，你看这事情闹的。拿一个。这儿的话就放在这个地上，然后回去的话就想哦，就这个跳闸。哦，现在能推不？前面的就这一下，嗯，那时间最过去的是给倒退去的。先让他找个灯啊，先把灯接好，咱们亮一点，然后拍视频也好，朋友们是吧？干活也好干。能接过去倒退嘞？嗯，能搭的七八又四一下。哎，这下亮了啊！蒙的就是啥个意思啊？嗯，男人的了，就是咱这些一些这块谈，嗯，那些弄这盘又故意来了，那些不在的那段时间，嗯，那你不在的时候，接些都接着，聊些关系都是乱接，这些刀片、房片那些拉皮拉皮的。哦，分不清楚雷火线了啊，不是你干的啊、哦！我这地方是。那就先把电闸推上去了。现在不是说推不上去啊，是这个线分不清楚了。然后你要是把线接好了，哎，它就跳闸，推不上去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那先把电闸推上去。这边就是插卡取电的啊。看，没电啊，现在没电。先把电送上去之后再测。它这堆线是怎么分不清楚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你看啊，你看这些是1.5的线。是吧？1.5的，然后这些是2.5的，它这里面有插座，有照明，哎，它这边的线分不清楚啊，就是插座的线分不清楚，因为插座呢有火线、零线，还有地线呢啊，这堆线里边还有地线呢，是分不清楚这个了。有电，现在来电了。那边有电，有电。你干嘛的？那就挂上去了。来，咱们看一下这边，没问题。这根不亮，这根不亮。这要并线了吗？啊，我这个就该就是不该拉住并吗？不敢并。你并了你怕啥？并跳闸了嘛？这儿发牌不知道是哪路搁哪路。这个是2.5哪一点我接出来的。哦，这里边。我在玩个白白的干嘛？哦，意思说这有的2.5的线用了1.5的线啊，所以这些线不一定就是灯线。146，4路线，26路。看门口这儿啊，插卡取电这儿，这三根是地线，你看有一根黄色的啊，一根绿色，一根蓝色。这是零线，有四根零线。但是这儿啊，你看没有黄色的，全是蓝色的。就这个，那剩下这几个，这个都是那个嘛，都是零线，外面的零线。对，还有一点，零线还有一点。我还一个就在这里，就跑这边。这俩啊，咱这过去哪有三个？就是你又找，随便找。你这套管的，拼车。这就是这三个事情走，这三个大概是用的，是吧？明白。咱们还是测这三个，再测这三个。
等等啊！别搞，应该就是这了。这人又找事了。不要吹个火线。来，过来。啊，挂上啊。挂上。挂上，雷线不加这问题。啊，谁弄坏的让谁接啊！看线路分出来了，这是一路，这是主电源。然后这一路呢是走到床头左边那个插座了，这一路是走卫生间了啊。然后这里面啊，你看这里面还有六根线，其中有两根是零线，嗯，所以咱们把左零线接上了以后再试啊。然后剩下的就是灯线了。加好啊，这个给自己家干活了。过行不行主要看，哎，你看见了，你看这手法啊，嗯，主要是看你胶带拆的好不好。你的死法啊！挂好了。就这两根。哦，我就是你这嘛，这三路不三路，一个连线三根过直线。你看吧，这两根也分出来了啊。啊，我现在总共剩下四根了。啊，四根线。你这四根，我的意思，你有几根控制线？三根。这个是控制线。来，都把开吧。架好了，架好了。架好了。嗯。这个，嗯，这个是控制线，控制线。这个控制线啊。嗯。再接这个东西。嗯，再连线。这个一直是连线。嗯。直接接这个。好的。没问题，这个就连线。调整啊。嗯，这个是连线，那就这个是零线，灯的零线，然后这三根是控制线啊，上面这三根是控制线。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线路啊，你看，这儿全部都是零线啊，有插座的零线、照明的零线都在这儿，然后我又接了一段零线，到时候呢好接插座啊，零线咱们并住了。好，接完了啊，看一下，四根控制线。然后这一根火线，一根零线，然后一根地线啊，这三根线，现在呢总共剩七根线了，就等于说，然后原来是有多少根线呢？你看，三根、二、四、五、八根，八加三十一，十五根线啊，十五根线，现在并为七根线了，就搞定了。到时候这边接插座，这边开关。好，这个车好，没问题啊。嗯，好嘞，这个啊，再对挂这个。哎呀，灯亮了啊！嚯，哎呀，氛围灯。这种秀。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好，搞定了啊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看咱王总啊怎么安排，是吧？